小伙子，现实中就是没人说你又了嘎叽的吗？慢呢？有人说，好多。那你找对象，你想不想找一个就是比你强一点的，完带你一下子？我瞅你说话，我都真着急呀、啊。平时你也这样式的吗？平常是这样式的，你可以看我第二个短片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说话真想给你两下子。你看过周哥节目吗？看过。你觉得他是啥性格的？挺强势的。其实我就想找一个强势一点，互补啊。周哥，你让他上你这儿先那个跟你说句话，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看他什么反应，你就随便说吧，好吗？来吧，你感受一下。把电话号告诉我吗？话筒，电话还没带，我先回去了。你上次干啥去了？学校电话号码，结果手机还没带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回来了。那你可以用脑袋记住啊。他记不住，耽误时间啊。啊、哦，周哥，啥感觉？都不如那好老娘们儿。哎呀，不是我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必须生气，你给他点厉害看看，说他。你别说我了。这么说你觉得应该吗？这样的话能说吗？应该说吗？反正如果是朋友的话，说也是为我好。那得不能不应该这么刻薄呀？你说他习惯了。其实熟了我也就不这样了，要比现在说话顺溜多了，要强硬多了。就是朋友说我窝里横。窝里横啊？你看在家里那就不好说了。周哥啥感觉？我感觉他太腼腆了，比小姑娘还小姑娘呢。这你要跟咱俩性格应该换一下子，这正好的。你说话就不能大点声吗？能。啊，有点底气，你不用能吃能吃，能吃能吃，我听不着你说啥。知道了。不是小伙啊，你刚才这语气特别像妈在训导完儿子之后，儿子在这认错。是、啊。周哥，我也没有这意思啊，我就是借这个比喻替小伙打一下抱不平。是。接下来对于他这个择偶观，我们再了解一下，一起来看第二个。我从来没处过对象，之前朋友给我介绍过一个，在微信里聊，我却犯了女生十大最反感话题，导致没有见面就夭折了。虽然见到漂亮女孩我也会心动，但是一瞬间就灭了，可能是自卑吧。我现在也迷糊，不知道该怎么追女孩。我喜欢瘦一点的，最好是短头发的女孩，像周迅短头发时我就很喜欢。如果你能管住我，那就更好了。我想找个高中以上学历的，最好会点英语，省得将来孩子作业什么的糊弄咱俩。希望你能给我通上电，让我不再做爱情绝缘体，但也希望你的电流不要太强，不然我会受不了。四号小甜甜。小伙儿，你说你跟女孩说话什么十大禁忌，那你都是怎么聊天的呀？之前吧，朋友给我介绍个女孩，在微信里认识的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聊啥，有时候就问在吗，干什么呢，然后有时候回我，我就问吃没吃饭呢，然后吃的什么呀，然后就是晚安了，我要休息了。还有女孩就是问她在干啥，她说难受感冒了，然后我说那你就多喝点热水早点休息吧，然后就给我拉黑了。你是当普通朋友处的还是当女朋友处的？当女朋友我也不知道该说啥，我这总在网上查，我查是十大禁忌我全犯了。网上都咋说的十大禁忌？我们没总结过，我听听网上的十大。意思就是说、不要说什么在干嘛呀，多喝点热水早点休息之类的，你不要说一些什么吃了吗这些。然后你呢？我全中了、你不想做点什么行动上的这个有点举动吗？以后再有这种事情我就去做。你跟小甜甜交流来，就当你们两个打电话
打电话行吧，比微信强，来。在吗？你说我在不在？干嘛呢？头疼。咋还头疼了呢？昨天晚上好像开窗户睡觉伤风了，可疼可疼的了。你下次可不能开窗户了，开窗户。没事没事，对，说的对，来。这又走老路了，其实我应该去，我给你买药，送药过去。哎，你看，在网上百度查到的还是有反省的，说你应该不能关窗户，不能开窗户。行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这是老路了，是吗？没有，百度上会告诉你喝点热水，是吧？哎呀，小伙儿啊，你知道你真的不能这么唠嗑，但刚才跟小甜甜一摸底，我发现她长进了。对，啥也不说，撂下电话，立马奔药店买药就过去。是，你看感不感动？再有说一点啊，你查的对呀、啊，你像你之前那么唠嗑，那叫天蚕唠啊，知道啥吗？不懂，人女孩是真接不了话，一点勾都不带。这找对象谈恋爱，找对象靠的是嘴，所以说话得带着勾，一句话扔出去要让他有回话，不回头让他不好意思，那就能谈成了。我知道了，王哥。今天没白来，我有进步了，因为我在老王哥这学不到东西，说话得带勾，带勾，带勾。他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人，而且善于总结，立刻执行力还特别强，学完了之后马上就能用上啊，这点我觉得特别好。多接触一些女孩，就当普通朋友都好，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了。但我觉得你今天很成功。谢谢你，燕子姐。缘分粘纸送给你。谢谢。像白雪公主一样哈，加油。